圣手一仙大会，牵扯更大的阴谋。你只有留在我叶王府，才能保证你的安全。谁说的？别以为就你们叶王府厉害，黎大哥那儿我也可以去啊。李子芬身边已经出了一个吴哥了，难保不会有其他修罗门的奸细混入。况且，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该为了楠楠考虑。 你早就知道我是鬼医，却步步为营算计我，先是和我组队比赛，再是利用楠楠引我来京城，现在又想留下我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。青罗，你不就是想让我治好叶浩然的病吗？药王岛上你几次舍命保护，不就是怕我死了没人救得了他吗？怎么样，说的对吧？浩然的病，只是一切的开始。 其实我……哎呀，不想听！我是个医者，叶浩然的病我定全力救治。治好之后，咱俩互不相欠。你欠我那笔账，咱们得另算。只要你留下，你想怎么算，我都奉陪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我说的。好，走！快！哎，哈！ 这就是欺负本姑娘的下场。